能见到你的心意中的诗歌啊，那种诗歌非常好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来进到这个第八篇，就是变和成这一篇。那刚刚大家考过试了啊，听说有一篇是为了赠送的啊，是4篇23篇是不算考试了，大家都很熟啊。但是我们的熟，今天我们对这篇的熟呢，是要更有一种深入领会的熟。对啊，这篇里面4篇23篇啊，第六节我们都很清，都很清楚，很熟啊。什么？对，我一生一世必有三昧四爱随着我。我之外呢，哎，电真的电出来了啊！可见呢，这个诗人的经历呢，从我哎到有个电的出现，我要经历神的丰富啊，用个人方式多多的经历，很好啊，有青草地，可安歇的水边，易入食欲的幽谷，敌人面前等等，哎，我好经历这位神。啊，丰富的经历他做我个人的啊那种享受的神，哎，但是呢，这里呢还要在这享受里面，要引我们到一个阶段，就是进到神的殿中。哎，进到神的殿中，神的殿是神的殿，是神所住的地方。要进到神的殿中，我会遇见神。神的殿嘛，你到柯弟兄家，你当然。未遇见陈总帮弟兄了，遇见柯顺清了，到神的殿中就遇见就是丰富的神，在乎地人啊问题了，随时随在都可以占有他的龙眠，因为跟他这个有甜蜜的交通，求问他，因为啊，所以呢这里呢啊讲得很好，对基督的享受呢很好，就引我们到神的殿中，到神的家中来更。丰富的享受神的，哎，所以呢，4篇23节，23篇16节说，这种享受呢是会直到永远的哦。哎，圣经是就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这样享受直到永远。这永远看注解就是现今、今世、来世、永世都可以一直的享受下去啊。有劲的弟兄姊妹啊，太好了！不要停留在个人的享受，神要住到耶和华的殿中去。阿门。要住到今日这个神的教会生活中来。阿门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所以第一大点，我们还是读一遍啊。对基督的享受，以我们到神的殿中享受神。所以这个引致很好啊，引我们到神的殿中，就是神的家中享受神。那这里呢有6个重点，那么第一个重点，我都每个重点挑一个字，一个重点注意到那个定居的定，你的神啊已经定居了，定居在哪里？大家可以讲。第二个重点呢，我们注意到那个爱，爱它所定居。第三个重点注意到一个字，叫做住，哎，住啊。第四个重点注意到一个字叫长 ，taste 长啊。第五个重点呢？我们这个长寿就保足了，我就说这个足这个字比较好记，保足。第六个终点呢，就发光，这个光，哎，光，当成发光，就把它的名字分赐给我们。好，我们回到第一终点，我们念一下：神是宇宙的神，无所不在，但他是应许的神。当主耶稣啊，这个在新约时代，这个来到我们中间了、啊，这边的神呢、啊、就开始有帐幕了啊，化成了肉体，是他帐幕在我们中间。这个帐幕是指的啊，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肉身，你们成了神可住的殿呐、啊，你们成了住的那个地方啊，你们这个帐幕啊，就是指的基督自己。那所以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说的。哎，这个基督，对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神的帐幕，他就是神的殿。对，神的帐幕，神的殿，当然就是让神来定居。
就是来啊。这个定居，这个定制，我们要特别有印象。神啊，您找不到，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他了，他已经定居在一个地方。啊，在神的帐幕、神的殿中啊，这个在基督里面，在神就定在基督里面，基督就是这个殿，还有这个帐幕。但是呢，这个基督他没有这个，就是只停留在个人的基督这个阶段啊。当我们进到这个书信里面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基督在那边扩大，姐妹，基督借着我们这些这个做他圣体的肢体的，姐妹，我们就在这边啊，这个让他得到一个扩大，姐妹，这边说到在他里面全法连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，基督是殿，哎，这里呢，我们呢、啊，这弟兄姊妹啊，长成殿，姐妹，可见呢，哎，殿会是两个，是一个，是扩大。加上我们这个因素之后呢，感谢主，个人基督贴着扩大成为团体的基督，神就得着了一个扩大的殿，整个人的高兴啊！这个二十平的房子，嗯，很窄，搬到四十平的就很高兴了、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神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说二十平好了。今天神基督到了，扩大殿是多少平？是多少帅？神非常的高兴，说我们要让神更高兴吗？要去扩展。哎，弟兄们说，我们要去圣礼堂给他扩展，让他扩大殿的坪数更多。太棒了。好，到第二终点呢，这样的殿呢，这个我们所要爱的嘛。耶和华，我爱你所住的殿。你的荣耀所居之处啊，你们啊，我们应当爱神所住的殿和他荣耀所居住停留的最显出之处，你们而今天的召会乃是神的荣耀啊，这样的居住和最显出的地方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爱召会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我们看太多了，哪个地方可以让我们遇到荣耀呢？没了，没有。可以说对，真的是让我们心里面非常的这个扎，非常的扎心，非常的心，说感动的。召会啊，我遇到了，当我得救的时候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两全不费功夫。那我现在受灾，是召会这么可爱的地方，对，这么可爱，我当然要爱他嘛。所以这边强调要爱，怎么样爱这样的这个神所住的殿啊，神的。在神的丰富供应的一个可爱的住处，并且由他的荣耀要显出来。那第三个终点，我们一起来练一下。